接下来是我们的感性时间。对，没错，等一下你一定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对，所以要准备好卫生纸哦。如果没有卫生纸，你的鼻涕只好擦在你旁边的人身上哦。好，那我们表演者准备好了没有？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来欣赏我们的感性影片吧。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，心疼陌路的口，但心却还流通。当我们一起走过这些伤痛的时候，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，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，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，一直到将来我们能成熟。今年过得很充实，在热舞社每天都可以跟好多好朋友一起跳舞，然后就是可以一直流汗啊，然后一起跳一跳一跳。我同学都说我是护理社热舞系，然后每天都在更新，不知道干嘛，甚至半夜才回去。但是就是我这大学生活是最充实的一年。然后希望之后还有更多学弟妹可以加入唱歌热舞社，让唱歌热舞社发扬光大。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，心头陌路的口，但心却还流通。他做超多事的，很辛苦，每天都是四点在睡，四点在睡，不知道他在干嘛。
四点还没睡。我就四点睡。四点还没睡。然后，还有我觉得十九届学弟妹啊，超强。哎，下一届超屌，下一届大家都要来看。然后大家看到这里，有没有觉得陈爸超棒啦、啊？有。耶！谢谢大家。耶！Shut up.
一段落了，真的要说再见了。没错，好，首先我们